啫，便走。你对朋友咁冇义气啊，我点解要理你啊？哦，边个讲啊？叫佢出嚟三口六面讲清楚。嗱，当处于两方之间嘅中间人啦，传递信息唔准确嘅时候，往往会引起误会噶。咁呢个时候啦，就需要啊三个人啦面对面将情况搞清楚啦。咁喺呢个情形之下啦，三个人面对面用口讲嘢，咁而每个人啦就一个口噶，两边嘅面，所以咧三个人就系三口六面啦。当然啦，三口六面已经系引申成为面对面讲清楚事情，咁咧就唔一定系要三个人噶，可以系两个人啦，或者系一班人。不过啦，叫得做三口六面啦，就一定系要面对面噶。嗱，喺网上倾偈啦，或者好似而家咁啊，得我讲冇你讲，都唔可以算做三口六面噶。记得呢，之前我喺生骨大头菜嗰期啊，我就讲到过生骨大头菜系种坏嘅意思。你用咗系种植嗰个种啊，同埋放纵嗰个种嘅同音关系。同埋专指嗰啲呢，俾啲长辈溺爱纵容嘅细佬哥。咁佢哋养成咗好日恶劳嘅習慣，长大就不能自立，成咗二世祖。咁喺嗰期嗰度啊，我亦都呢稍稍讲过一下大头菜。喺呢度呢，我再补充几句啦。咁大头菜啊，栽培嘅历史已经有200多年㗎喇。全名呢应该系叫大头葱菜嘅。咁佢个菜头特别大，好食嘅亦都系呢一部分。大头菜咧系广东新会传统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到港澳南洋旧金山。咁其中主要嘅产地咧系荷塘镇，荷塘葱菜系特别有名。我事关佢啊，头啊够大，纤维又少，啊经过腌制之后啊，呈金黄色，脆嫩甘香。咸中就大甜，睇又襟睇，食起嚟风味又独特，好得人鍾意。不过呢，根据好多人嘅经验啊，都话食多咗大头菜啊会发好多梦㗎，咁话。咁故此呢，广府人笑人哋嘅愿望即係空想嘅时候呢，就会话唉，你真係食得大头葱菜多顶啦。喂，你望住个天笑咩啫？食得多大头菜，白白日梦啊！我谂住搬上月球住，咁样就唔会怕有污染嘅问题啦。话唔定啊，我有500岁命噶。外太空冇氧气噶，你一上去就冇命啦。仲话500岁命，食多啲大头菜先啦你。嗱。咁讲到呢度呢，我想问问，如果你而家对人讲咗一句我听日执到搭银子就好啦，咁嗰个人呢笑笑口对你讲啊，你食多啲大头葱菜先啦，咁你知道佢咩意思唔啦？係咪话食多啲大头菜呀，运你就会好啲啦？梗唔係啦，佢係话你食多啲大头菜就会发多啲梦，有咁啱得咁巧就会发到个执银子嘅梦㗎啦。咁我讲到发梦啦，我就諗起古代一个好有名嘅古仔啊，有人发咗个黄粱梦。故事係咁讲㗎啊，有个成日想飞黄腾达嘅读书人卢生住入咗邯郸县赵州桥西一间小旅店啊，咁就叫个店小二话：，唉，煮啲黄粱嚟做饭。咁礼转头咧，见到吕洞宾，吕洞宾咧俾咗个枕头俾佢，叫佢咧休息下啦。佢一瞓低咧，就开始发梦。咁开头咧，佢就中咗状元，啊，入到朝廷啊做大官，后来又俾人妒忌，贬咗去负责水利工程。咁佢辛辛苦苦啊，做得好有成绩，又博得皇帝赞赏，咁皇帝都睇得起，咁自然就叫翻佢翻入朝廷啦。
嗰个时候咧，啱啱又遇到外敌入侵，个仇家话卢生咁叻，唉、叫佢带兵打仗啱噶啦咁。即系卢生啊，未学过打仗啊嘛，但系凭住佢嘅聪明啊，居然又打赢咗翻嚟喎。点知个仇家又罗织啲罪状，话佢通敌，要杀佢个头。啲朋友啊，替佢向皇帝啊讲咗好多情，然后先至减低处分啊，改为流放令啦。后来平反啦，翻去做翻大官啦。但系佢人又老啦，冇几耐咧就病死了。诶，呢一死啊，几唔错噃啊，因为梦里边嗰个卢生死咗啊，现实呢个卢生咧就瞓醒。我瞓醒嗰个时候啊，睇下先前叫佢去煮皇粮饭嗰个店小二啦，哈，嗰煲饭都仲未煲熟。咁、啊、呢、这个一生只系一个皇粮梦咁嘅故事啊，有冇人鍾意再经历一下啦？有嘅话呢，就即刻去食多啲大头菜先啦、啊、吓。今期就讲到呢度啦，但系我哋越级挑战嘅时间，稳周公系乜嘢意思呢 ？A 拜访姓周嘅朋友 ，B 打官司 ，C 倾偈 ，D 瞓觉。喺听晚六点前发送38加答案编号到106635，答中嘅朋友就有机会得价值300元嘅丰富奖品啦。通过以下网址或者系短信方式向余老师提出问题，都有机会攞到奖品噃。越讲越过瘾，我哋下期再见。